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下士时，假使当年身便死，一生真伪有谁知。给您续上一杯茶，我慢慢的说，您细细的品。听大禹话说宋朝。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，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，各位呢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，搜索大禹茶馆，选择收听。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？咱们说到豪情满怀，任福拿下白豹城，五路进发，韩琦壮志甘云天啊！豪情壮志，本应举国喝彩啊！韩琦提出呢要五路同时进发啊，大举进攻西夏。毕竟呢，他也刚刚证明过李元昊啊，并不是说不能打败的啊，他不是什么天上的神仙，地下的妖精啊，不没人没法战胜他，并不是。靖远路的抵抗中带有反击。啊，计算得失呢反而是赚了，比之前敷衍路呢漂亮百倍，但是没想到换的却是一大片的白眼儿啊！你狂什么呀？不管怎么样，这也是抵抗，对不对？在本国境内作战和打到敌境去呢是两回事儿。五路进讨，你韩琦那么牛，你比当年太宗皇帝还牛，你想想那时候什么结果吧。然后就是一大堆的困难、危险、必将失败的理由罗列，比如说败了好多回了，军队别说实力，连基本士气都不行，最好的办法是坚壁清野，耗着对方，吊着对方，两三年之后西夏就会衰弱的，那个时候才是进攻的时候。更有人指出啊，提议这个时候进攻完全是别有居心，是挑逗皇帝对三川口失败的愤怒情绪，达到他个人的不可告人的目的。韩琦这边啊是强压怒火，解释了一句，不进攻就只能防守，可我们的边疆太大了，想过没有，为什么每次防守时都是以弱抗强啊？那就是防守的先天性劣势。李元昊带着十多万人杀过来，只攻击一个点，我们却要防守全局，每一处都要布置兵力，你这样永远也别想打胜仗啊！他转向了西北军政，一把手下送，别的人我不理会，您说是进攻还是防守，听我的还是听范仲淹的。要说夏总真是人才，百忙之中还能非常得体的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。他真的很忙啊啊，经常下地方实地考察，只不过每次呢带着他这歌女啊美妾呀、哎、走一路玩一路，都快闹出病变来了。这时候面对韩琦的战略选择性问题，他沉思了一会儿，非常诚恳地说，这韩琦啊，这么着，你和尹珠俩人去京城得了，直接把话啊跟皇上说。韩琦很开心啊，夏长官很帮忙，他身为军事主管绝不能擅离防区，可这样重大的这国事决策面临那么多的反对，仅仅凭着奏章是很难打动皇帝的啊！这个时候要是能进京的话，对进攻大业是至关重要的。他欢天喜地进京去了，身后的夏长官摇了摇头，这年头啊，这年轻人是真火爆啊，可也蛮天真的嘛、啊、让他进京完全是出于对皇帝陛下的忠诚，精确的讲就是对陛下此时此刻的心理的揣摩和忠诚。多笨呢、啊、陛下前些天还来信催问什么时候进兵杀人，那完全就是想进攻啊。让韩琦这时候去，一来符合了圣意，二来脱离了主要责任，以后进攻赢了，哎，我一路主管呢、啊、我有大功啊，失败了，哎，跟我没关系，计策你们定的，关我何事啊？就算小有处罚，我正好借机脱离边疆，回到我温暖可爱的京城大宅子里，多好啊，怎么想都是上策。韩琦进京了，就好像三国时诸葛亮到了东吴，那是真正的舌战群儒啊。具体的论点论据咱没必要讲了，那要讲下来啊，我估计啊还得讲的二三十期节目得出去啊，不然这真格的咱们没法记录啊。只说一个细节你就知道他被刁难到什么程度了，五万头驴。我说什么叫五万头驴啊？你听我说啊，说请问韩相公啊，这不能叫韩相公了，这时候他不是相公啊，请问韩公，进攻党项要走远路，而且敌人营帐转移不定，我们要追起来的话旷日持久怎么应付？韩公回答，简单，我们要背道兼程，就玩命赶路。哦，好，人可以玩命走，可粮食总得吃吧，怎么接济呢？送粮的人怎么玩命才能追上你们？那还不简单吗？我已经计算好了，把开封府京东这西路啊和东路啊，这一共五万头驴集结起来，用他们运粮，驴走得快啊，能跟上行军，万一深入草原沙漠没吃的，把驴宰了一样是口粮啊。当天韩琦非常认真地回答着，虽然呢他说的比较新颖吧啊，对方没乐，同样很认真，嗯，是，把驴当奖品也是不错的。韩琦怒了，
自己想尽办法一意出兵为国分忧，这帮吃干饭的居然挑刺之余还笑话他啊！而且这人姓楚，还是尹珠呢推荐给他的。哎呀，这见鬼的世道，连朋友的朋友都这么混账，其他人可想而知。但是韩琦呢就是有办法，在这样的局面下都能把官僚压服，让皇帝下令北伐啊。只是呢计划缩了点水，五路出征变成了两路出征，由他的靖远路和范仲淹的复燕路联合出兵，其他的都被以各种理由砍掉了。这时候呢将近年终岁尾了，宋康定元年即将过去了，韩琦呢在12月26号左右离开京城赶回边疆，心里真是难掩苦乐。首先终于可以出兵了，但是威力减少一半还多，你说这仗怎么打得过来呢？却不料就连剩下这一小半也没法保持，刚回到靖远路，率司接到皇帝新命令，得了，五路变成一路，要打你自己打去吧。原因就在谁呀？就在他这好朋友范仲淹。要说这西文兄啊，这文才就是好，他韩琦得亲自进京才能争取到点什么，可人范仲淹呢身在外地，一封奏章起到同样的作用了。范仲淹首先呢向皇帝保证说，复燕路这边啊已经是铜墙铁壁，心下人敢来保证他死得很难看。但是问题是李元昊如果不来呢？经过他长时间的研究发现，李元昊的本质啊还不算太坏，现在一时糊涂完全有人挑拨他，等着西夏的国力被消耗了，战争上就占不着便宜了，一定会重新归顺的啊。那么复燕路从前呢就挡向人这个进贡的道路，恳请哎留下这么一条改过自新的路，让李元昊后悔的时候还能找个门，婉转又生动，既体仁慈又体贴，把赵祯的心理全抓住了。没办法不同意他呀，于是韩琦就得到了两份命令。第一，单独出兵，这回没有任何人做你上司了啊，大展宏图再次一举，就你自个儿了。第二，出兵的日期定在第二年元月上旬，说白了半个月之后你去吧。韩琦彻底僵硬了，我的个妈妈呀，生我的时候时辰掐准没有啊，为什么整个朝廷都想玩死我呀？但是他是韩琦，强硬到底绝不认输的韩琦，只剩下半个月不是吗，他仍然要尽力去挽回，想办法。他派自己的下属兼好友也是范仲淹的好友尹珠去延州，务必要劝说西文啊改变主意，助我出兵北伐，扫平党项，国事至此唯有一战啊。这时候咱们得说一下这尹珠了，这人现在39岁，进士出身，是范仲淹的好朋友，好到什么情况呢？好到能陪他一起啊下放贬官，可以说这个私交啊绝对够了，尤其是喜欢谈论军事，这时候被派往西北啊，既满足了他个人喜好，又能给各位领导提出具体的军事见解，所以这个人说话是很有分量的。并且他的官职呢就是经略判官，本来就是协调和参赞啊。那好吧，那尹珠呢在寒冬腊月天里啊冲锋冒雪的赶往延州，不说此行的意义有多大是吧，先说他的身体有多差。这时候公元1040年嘛，再过7年就是他死期。本是多愁多病的公子身，奈何宋朝打仗要文人、哎、所以你也别可怜他，这都是他们自找的。到了延州府啊，范仲淹是热情接待，一切拒绝、哎、说来说去他还是希望韩琦放弃军事冒险主义，跟着他的步调走。比如说复燕路这大半年来啊，不仅清建城已经声势浩大，他还修建了成平永平等12寨，安置汉羌移民，在巩固边防的前提下呢，阵地啊已经开始往前走了啊。这样呢虽然慢，但是呢微火烧水后劲绵长，总是会沸腾的，并且极其的稳妥。可问题就出在这稳妥二字上，无论尹珠怎么劝，范仲淹都不接受没有必胜理由的出兵。最后尹珠长叹一声，韩公曾说，且兵须胜负直至度外，范公今日区区过甚，看来真不如韩公啊。范仲淹不由得冷笑一声，大军一发，万命皆悬，士卒之命，国运之交，都可置之度外，我不知这种论调高在何处。当天是不欢而散。尹珠呢在寒风当中是返回靖远，轮到韩琦仰天长叹了，他把最后的希望转向了庞吉，未来的庞太师，这个时候呢是陕西转运使。他们这些军委有权，但是庞吉呢有钱，所有的军需啊钱粮啊都得由他转手支配。韩琦决心要出兵，要请庞吉尽一切可能得配合他，物资方面一定要丰厚齐全。哎，这是在最冷的季节里到沙漠草原上打仗，只在保暖这条上不能含糊、庞吉呢这边啊已经这个决定了啊，答应了。
但是西北四路都要钱粮，话说在明里啊，我可没法就供你一人。韩琦呆呆地站在靖远路的帅司里，心里是一片冰凉。为什么呀？啊，仰天长叹，苍天呐，要为国血恨，要想振作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是自己真的太离谱了，还是这些人啊，什么范仲淹、庞吉他们都变了质了？怎么想都想不明白，可事情得做呀。他鼓起了干劲儿，驱策自己去整军精武，马上就北伐了，独自为胜利负责，那又怎样啊？哎，这就是韩琦，这就是宋朝在宋夏战争前所做的准备。宋朝在内耗，韩琦一个人的战争显得是那么的孤独，在开战之前就已经决定了战役的走向，宋朝根本就没有全力争胜。没错，这个时候的韩琦啊，是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为什么会这样的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是在跟范仲淹、庞吉甚至朝廷里的那个宰执大臣或者皇帝本人较劲，而是一个隐身在宋朝每一个角落里无处不在的影子在阻碍着他。谁呀？赵匡胤。这人死了都快64年了，整整过去一个花甲之年，可是他呢啊，一个咱们讲的一个甲子一个花甲嘛，花甲之年，对不对啊？可他仍然呢无时无刻的在影响着宋朝的每一个决策。重文轻武，压抑武威，韩琦现在身为军事主管，注定了没法振作。宋庆历就是这个公元1041年2月份转眼就到了，那个历史时刻正在向韩琦袭来。开战之前最后还要关注一下宋军当时最强的武器，那位西北第一战斗力狄青，他在那儿呢。狄青啊刚刚出狱啊，正在庆幸自己啊还能活着呢。他犯事了，具体什么罪名历史上没写，但是重大到了砍头的程度。很幸运那时候还是范雍呢站在最后班岗的时候，犯了夫子别的好处没有，心还是很善良的，以狄青之勇武，得了别杀了留着吧。就这么着，历史呢就要再次让韩琦与李元昊对决。但是李元昊可以代表西夏，韩琦能代表大宋吗？一方面是西夏倾国之兵，皇帝御驾亲征，一方面韩琦遇到了怎样的待遇啊？这一战要怎么面对啊？时光流逝，公元1041年2月转眼就到，韩琦在新春之际先接到了开封的训令，问他为何逾期不出兵啊，不是说好了元月出征吗？韩琦很郁闷，只好派人夫出面进京去陈述一下靖远路的这个军事现状。没等人夫走出陕西，突然之间传来警报了，西夏方面在浙江会区域集结军队，经天都山侵入了宋朝边界，目标直指靖远路的魏州，领兵的人是皇帝李元昊本人。韩琦马上赶往镇戎军，这个行动意味着他迎头拦住了李元昊，把自身处于最前沿，因为镇戎军的身后才是魏州城。在这里他紧急召回了任福，把镇戎军里边所有的精锐都交给他，再招募了18000名义勇，唯恐战力不够，又把靖元帅司里的各路名将，什么王圭、武英、朱冠啊，这个桑毅啊等等，还有参军呢，这个啊参这个耿傅啊等等等等啊，通通都派出去配合他，全体迎敌。但是要注意啊，目的却不是什么，不是迎战。韩琦啊是一直主战，他不是一个狂热的激战派，他始终都很清醒。他命令任福等人呢从镇戎军这里出发啊，从这里出发干什么呀？先向正西方行军，第一站是怀远寨，然后转向南，也就是向自身的腹地前进，到德胜寨，最后的目标是杨慕龙城。这样呢就基本上与西夏军队的侵犯态势平行了，绝不做抵抗或者交战，那是我韩琦本人的任务，你们要时刻隐蔽自己，出敌之后。这一路上时隔40余里，就有一处军寨接应你们，无论是物质还是休息或者聚兵防守的据点随处可见，可以说立于不败之地。你们要一直等待，直到李元昊攻城不克精疲力尽的时候才是你们出战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算不会全胜，也必定让西夏人狼狈不堪。仓促之间，韩琦为这次战役立下了一个尽可能稳妥但又杀机四伏的布局，把自身处于最前线来鼓舞本方的斗志，以己方之险程如镇戎军来消耗西夏军之锐气，再安排人福等全部机动力量游走在战斗的边缘，在外线等待机会，从开始就为最后胜利的一击隐藏了实力。不管战斗的结局怎么样，他已经竭尽所能了，
把靖远路这一方之地的所有力量都已经发挥到极致了，以至于说成败立顿，难道只有孔明有资格说非臣之明所能逆独也吗？人夫出战热血沸腾，夜屠白豹城的凶狠仍然让他很兴奋，他率领几千骑兵以桑毅为前锋杀向怀远寨。这一天是二月十日，第二天二月十一日的时候他到达了怀远寨。就在这里他得知了一个最新的战报，附近的张家堡正在发生激战，镇戎军西路都巡检长鼎刘肃和西夏人遇上了。一个大战役中的小消息却成了整个胜负的转折点。任福做出了一个勇将的选择，他闻讯即战，想都没想自己率军就迎了上去啊。把韩琦写成书面文件的军令扔到了脑后，那上面清晰地写着，苟为节度虽有功亦斩，你就是立了功了，但是你没按我说的，我还是要杀你，你不听命令，没事先按我安排去作战，胜了我也砍你头。而任福的任使命呢，是隐藏，是等待，是游走于外线，可不是第一时间杀向敌人呐。但战斗还是开始了，任福所部是宋军最精锐的部队啊，杀到之后砍瓜切菜一样的获胜，西夏人扔下几百具尸体，还有牛马骆驼开始逃命了，任福下令追。这又是一个勇敢的决定，战而胜之，穷追不舍。他们居然一口气追了三天，三天之后人困马乏，他们在行军中带的口粮都不够了。历代史书写到这儿都要嘲笑一下任福的好胜以及短视，追击也是战斗，连口粮都成问题，难道还想打胜仗啊？但有两个问题他们都忽略了。之所以一直追下去，是因为这股西夏逃兵的方向与韩琦原定的游走路线暗合，任福是既追击又赶路，方向都是杨木龙城，反正都要走，为何不杀敌啊？这一路上就像韩琦所安排的那样，每隔40多里路就有军寨接应，军粮根本啊不是问题。之所以会饿肚子呢，是杀敌心切，没顾得上吃。这怎么能成为任福莽撞幼稚的失败理由呢？到了第三天，也就是2月的13日晚上，任福命令全军部停止，必须休整了，再不休整这就崩溃了。当时的地点是杨木龙城的东南方数十里外的一片滩涂地，名叫好水川。这一夜任福是在平静和期待中度过的。说平静，前方就是杨木龙城，主帅指示的位置就要到达了，他的友军也增援到位，朱官和武英就屯扎在附近的龙洛川，与好水川只隔一个山头，相距五里。还有杨木龙城，那里有勇将王圭，上一次在镇戎军城下痛击西夏军队的悍将，更是他的得力助臂。说期待，他派出的担子回报，前方一直逃命的敌军已经跑不动了，人数也变得更少了。针对这种形势，他派人到龙洛川呢，联络朱官还有这个武英，相约明早会兵，咱们一起追击，吃掉这股败兵，再去王圭那里休整，任务杀敌两不误，堪称完美无缺。第二天2月14日终于来临，任福全军早起，出六盘山沿好水川向杨木龙城前进。这时另一方向朱官武英部也拔营而起，两军基本平行，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内会合，为的是尽量快速行军去追击西夏人。一路急行，前锋桑毅经龙干城城北追到了距杨木龙城五里的地方，就在这里他发现路中央摆放着五六个很奇怪的东西，是木头盒子，每个都不太大，但里边传出了翅膀屈身还有鸣叫的声音，他立即就停下来了。这是战场，是允许耍诈越诈越高明的地方，到底这是什么东西这时候出现在这里，有什么古怪呢？他传令全军停止，通知主将亲自来观看。任福来了，他也觉得奇怪，但是扔在一边继续前进更不妥，打开吧。打开之后，只见几百只鸽子腾空而起，响亮的鸽哨声响遍了山谷。完了，中计了！宋军每个人都想到，这是军鸽啊，几百只鸽哨足以相比战鼓传递消息啊。那一天，飞越的翅膀越飞越高，鸽哨声渐渐升入高空，变得辽远悠扬，地面上大群的西夏军队涌了出来，一眼望不到边呐。那是西夏皇帝李元昊亲自带队的人马，又是十多万人，又是上次山川口之战的格局，两万余宋兵在本土境内面对近10倍的敌人呢。
中计的一瞬间，不知仁甫想到了什么，是明白之前追杀的敌军是诱饵，他释勇前进其实是自陷死地，还是说能想到更深一层，为什么这么庞大的敌军一直运动到镇荣军与魏州之间的六盘山附近，进入宋朝建元路府地了，还一点都不知情呢？不可能有答案。前锋桑义已经率军冲上去了，那是在尽量争取时间，让他能布置军队结阵自保，哪还有时间想东想西啊？战场在瞬间就沸腾了，桑义的前锋部队显得那么的孤单，就像用一只木盆来阻挡汹涌而来的洪水，西夏人淹没了他们，继续冲向了后边仁甫的部队，激战就此开始。那么这一次宋军究竟是否能够获得胜利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各位，你想跟大禹交流吗？你想跟大禹辩论吗？你想给大禹指出错误吗？你想骂那孙子吗？来微信吧，微信搜索订阅号大禹茶馆，哎，就能实现了。记住啊，禹是宇宙的禹。